再不开就是他死，关键我死了。那你们认识我？对，之前就抓过他，上次抓他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就当场跑给我们追了。昨天去找他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情绪就失控，就是在扭打的情况下，他突然就伸手去掏东西，抽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把刀了。可是那时候因为已经有抓住他的手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抢那把刀。他这个过程中，因为他做工他很壮，我们一直是一直在三个都没有打的，对。然后可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一直死抓他那把拿刀的手，对。然后可是他就死不放，结果他后来因为也挣脱不开我们，然后就开始那种咬，死命的咬那种，我们咬到我们都叫出来了，那太痛了，他就是肉都直接喷血了，真的咬到整个都开了。他是不是都快断掉了？身后两个就往后跌倒，那时候就想到怎么办，我们抓到他的手，然后他就疯狂往我们这边冲过来，当下我都还在地上，我没办法了啦，再不开就是他死，不然就我死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开两下，他倒地了以后刀都不放开，都不敢放，开得很正确，也开得很好。因为那没有看那两枪啊，可能就会发生意外了。他只要人冲上去，对啊，一定会有受伤。当下刚开完，其实没有办法思考那么多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虚，我们两个都虚脱了。然后他，我可以理解。他出来的时候又满头是血，我当下我很痛，可是我还是可以站着，因为他已经坐在地上已经就是感觉快要昏过去的那种，我是真的很担心他是不是有被插到还是什么。觉得因为是我带他去的，他当时实习的时候也是我带的，然后今天遇到这种状况，如果他怎么样，我是真的没办法理解。其实自己的弟兄，对，好险他没事。